汽车机油具有润滑、冷却、清洁、防锈、密闭等五大功能。今天要带大家认识来自日本的百年石油大厂专为台湾所设计的日本原装进口机油。一部车子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引擎，就好像人体的心脏，那心脏最重要的部分，它就是推动的就是血液，对汽车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血液不好，人的身体也不好，机油用不好，那车子当然寿命就会减少。有鉴于在台湾的机油品质是参差不齐的，尤其是很多的黑心油，那我们希望就是引进世界知名的品牌，有信用、有高品质的品牌来介绍给客户，然后做一个永续的经营。为寻找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公司不断找寻品质优良的国际企业。当时在日本获得 JCSI 顾客满意度第一名，同时拥有500多间直营加油站的百年石油大厂首度踏足国际寻找合作伙伴。觉得在理念方面是相当的雷同，都是秉持着让客户能够安心，然后对品质要有所坚持，而且对环保的意识是蛮注重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为此，日本总部特地针对台湾地形气候，并且在研发当时与企业赞助车手日本车神小林可梦伟与日本 F1 铃鹿赛道做了一系列的测试，成功研发出适合台湾车辆使用的业界首创台湾限定版机油。私たちのキグナ石油のエンジンオイルは、環境性能を高める車の進化に合わせて、省燃費性能を追求するといったレベルの高い高品質のオイルを製造しています。强调节能环保，并且针对台湾所设计的日常机油，也与日本通过节能20%、省排气量75%的日本节能标章，并且强调品质保障，所有产品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不另外分装。原装原罐的从日本原装进口，而不是在台湾分装，或者是另外包装的产品。那基本上这个产品我们能够让消费者一次就可以得到保护、节能以及环保的观念。因为车子只要有行驶过就会产生气化，我们会建议每5000做更换，否则的话会造成油泥。此次台湾限定版机油不限定日系车款，而是照顾到所有车种，只要是在台湾行驶的车辆都能够适用。以日系车来会比较推荐 5W30， 因为家庭用车的关系。对，因为这个日本有颁发20%的节能章，会比较推荐这一支。欧系车因为 CC 数的关系，就比较推荐 5W40。 像说有一些甩尾车还有跑大鹏湾赛道的，会比较推荐 0W50， 因为他们需要更高的油压跟油温来控制保护引擎。日本总公司同时也提供技术资源给台湾，希望让台湾限定版的机油能活用在每个角落，并且投保1000万产品责任险，让消费者使用起来更有保障。自从加了这支机油以后啊，我发现它好像特别的省油，在怠速的运转当中的引擎特别的安静，这支机油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应该也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在赛事场地那边贩卖我们的就是烘焙饼干，之前也有跟流浪狗动物之家，还有癌症病童基金会都有合作过。借由 KG Girls 的形象吸引民众去关心公益以及环保议题，台湾总代理公司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小小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这个地球是一个即将要劣质化的地球，那希望大家能够更珍惜，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绿化整个社会。省燃費と環境に配慮したキグナスエンジンオイル。キグナス安心驾驶。